哎，那不是经济系的校花和校草吗？听说他们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以前一直以为我们的林校草是高冷的男神，没想到居然被孙校花给攻破了。不过，哎，他们好像在吵架吧？是啊，难不成他闹分手？哎，你看，孙校花转身走了。哎，难不成是林校草被甩了？有可能，没想到林校草居然被人甩了，我一定要去告诉班上的同学。有这可能，没想到林校草居然还是个兽，真是让人脑洞大开呀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们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要分手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对你没感觉了而已。你说谎，我们昨天不是才那个过的吗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可是实话跟你说吧，当初追你只是因为觉得你很有挑战性，是学校高冷的校草，可是没想到高冷只是一种假象。不过你长得不错，学习又好，作为男朋友还是挺能带得出场的。可惜啊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处，这技术这是有待提高啊。全一期个人原创校园耽美剧《契约情人》，欢迎收听。我还没嫌弃你身经百战，你居然还敢嫌弃我是处？这什么酒啊，都喝不醉人，给我来一杯最烈的。这什么酒啊，那么难喝。是你说要最烈的酒，怎么酒太烈了喝不了？谁说我喝不了，分明就是你的酒品质太差了，太难喝。哼，这酒可是酒吧里最好的，我还怕你嫌贵不肯给钱呢。要不是看在大家同校的份上，我才不会给你呢。我会没钱给？你说你和我同校？哼，是啊，林校草。我不是什么校草，我有名字。名字不过是个代号，不用那么介意。哎，对了，听你刚才嘀嘀咕咕的，怎么被甩了？谁被甩了？明明是我甩了他。哦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，不信就算了，再说了，我被甩还是甩人要你管啊？你是我的谁啊？不会喝就不要喝，等下喝醉了发酒疯，高冷校草可就有黑历史了。谁说我不会喝的？再来一杯。哎，你还是少喝点吧。以为我没钱付账是吗？钱包给你，里面有现金，不够还有卡，还怕我付不起几个酒钱？快给我酒。哎，再来，再一杯。头好疼啊！几点了？那里怎么会这么疼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怎么都没穿啊？再
再来一杯。你家到底在哪儿啊？在。这个果然没办法沟通。在。算了，去我家吧。在。再来一杯。放手，别拉我衣服。我靠！你醉了怎么这么大力气啊？再来，衣服都被你撕坏了。居然嫌弃我是处，嫌我技术不好，哼，没有技术一样压你。我要压倒你！你放开！你听话，我要压倒你！乖乖上床上躺着睡觉。你再这样勾引我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但是，是我压倒你。我操！不会吧？我居然被个男人给伤了！我操！我居然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，就这样给人上了！啊，林小雨，你个白痴啊！你能不能再蠢一点？哼，这酒可是酒吧里最好的，我还怕你嫌贵不肯给钱呢。要不是看在大家同校的份上，我才不会给你呢。对了，他好像说过和我同校的，可是学校那么大，我连他样子都没记清，怎么找啊？不管了，先去学校再说吧。痛死我了，要是被我抓到是谁，我一定也要他尝尝被爆菊的滋味。那个该死的家伙害我那么疼，他要装的一点事都没有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林校草今天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啊？哎，是啊，你不说我倒还没注意呢，好像是挺奇怪的。难道是因为和孙校花分手了，受了刺激，所以改变了性向，被男人爆菊了？哇，有这可能。没想到林校草居然还是个兽，呵呵，真是让人脑洞大开呀。你们这些女生整天都想着男人爱男人，若是男人都爱男人，你们就等着做老处女吧。就是，不过就是分手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因为这个改变性向，你在做梦呢？我就想想不行啊，要你们管。就是，就允许你们歪歪妹子，就不允许我们歪歪一下汉子了。别说了，林校草快走到我们这儿了。啊，要不是为了找那个混蛋，我今天就直接请假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林校草坐下来的时候脸色都白了，不会真的被爆菊了吧？爆什么爆啊，让你平时离这帮腐女远点，哪天要是被他们掰弯了，看你怎么办。哎，你们看你们看，孙佳佳来了。这一下有好戏看了。只过了一夜，他居然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。能博美丽小姐一笑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果然是那个混蛋，他的声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可说的都是大实话呀。你个混蛋。林小雨，你做什么呀？快放开天豪。我为什么要放手？我没有马上揍他已经算好的了。林小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啊？还不快放开。吃醋？我现在可没心情吃你的醋。哼，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信了？你如果不是吃醋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为什么要打天豪？我记得你应该不认识他吧？那是因为什么？说不出来了吧？就知道你一定是气不过我甩了你，所以在这里无理取闹，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。哼，什么无理取闹，还不是因为这事太丢人了。啊，小佳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小雨是认识的，而且关系很亲近。谁和你关系很近啊？你少胡说了。天豪，
你们真的认识？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你啊。我们是最近才认识的，所以你没有听他提过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小雨，你真的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近吗？还是你想再近一些？无耻啊。啊，小佳，我的话很无耻吗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只是因为被我甩了，见我又和你在一起吃飞醋呢。林小雨，天豪是你朋友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赶紧给我道歉。啊，给他道歉？不可能。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讲理，还好我甩了你，不然将来一定被你气死。什么高冷校草，简直笑话。哎，小佳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可不划算。其实我和小雨之间有点误会，所以他才会那么生气，等晚点我们再谈谈就会好的。误会？你把我，你居然还说是误会，你让我误会一次试试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消气的话，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误会一次好了。天豪，你把他怎么了？什么误会啊？你敢说试试？那如果我不说，你是不是愿意给我机会啊？晚上好好谈谈，解开误会吗？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。天豪，可是不答应，我真的好好奇啊。万一他把昨晚上的事说了出来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到底要不要答应他？哎，其实昨天晚上我答应。天豪，快说嘛。啊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小雨去了我打工的酒吧喝酒，然后完了，我的人生就被他这样毁了。哎，你快说嘛。然后就是常见的喝醉了各种闹腾呗。他没说，太好了。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毕竟小雨是校草，也算是学校的公众人物，总要点完美形象不是吗？喝醉了撒酒疯，被人知道总不太好。那倒也是。不过我们的高冷校草可真对不起高冷这个词。高冷是你们给我定义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说的，闹得我胃口都没有了，不吃了。哎，记得晚上来我家找我。我操，我那混蛋肯定是故意的。完了完了，大家看我的眼神好像都变了，我的声誉啊，今晚我一定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家伙。齐天豪，作为学弟，你知不知道应该尊重学长？虽然我喝醉了，但是你也不能那样对我啊。小雨，叫学长，没大没小的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国内早就不流行学长制了。再说了，你也就比我大一岁，有什么关系吗？大一岁也是大，所以必须叫学长。哎，叫学长多生疏啊，毕竟我们都已经是这样的关系了。什么这样的关系啊？那只是误会。啊，原来在你的心中我就是一个酒醉后的误会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有把你当工具。怎么不是啊？我就是一个工具，不然你也不会用完了就立马分清界限。也是，你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家境又好，我算什么呀？你别这样说你自己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和我划清界限？为什么着急否定我们的关系？那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算是陌生人，昨晚的事情也真的是一场误会，我们都是男的，本来做这事就原来你也讨厌同性恋？你难道是同性恋？其实我并不讨厌同性恋，真的，我觉得只要是真爱，性别不重要。可是我不是同性恋啊，所以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啊？这个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恋，我倒有个不错的办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试？还有这样的方法？怎么样，你愿不愿意试啊？
你先说是什么方法，我再考虑要不要试试。我的方法其实不难，就是我们定个契约，在一定的期限内尝试做一对契约情人。什么契约情人？我知道你有你的顾虑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装作是好朋友，我不会做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情，你放心。那这样要怎么做情侣啊？为了能让我们有情侣的互动时间，你要搬来和我一起住。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，就是情侣模式，在外面我们就是朋友模式，这样行吗？情侣模式需要做些什么？就像普通情侣一样啊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让我想想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，我都已经牺牲我自己去配合你了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啊？嗯，那好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因为学校要占用大半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定半年，怎么样？半年会不会太长啊？哪里长了？你看，一周五天都要去学校上课，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只有晚上，所以算起来，我们一周的情侣模式加起来才四天左右。如果时间定少了，根本就测不出结果。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好吧，那就定半年。你今天回去整理行李，明天搬来我家吧，我们从明天开始算起。嗯，好。就这样，我和齐天豪成了契约情侣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，小雨白天在学校好了没有，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，因为年纪不同，所以也不会时常腻在一起，最多一起吃饭，一起回家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小雨学校还是出现了很多我和他的留言。你说果然太可怕了。可是就我们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回到家后的情侣模式，因为天豪总是喜欢抱我亲我，然后哎，小雨，小雨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和你说了半天了，你都在神游。没什么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想什么。那你干嘛脸红啊？是不是在想晚上做的羞羞的事情？谁想这些了，你少胡说。小雨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你还笑。好了好了，我尽量不笑，我们回家吧。哼。我们的契约还在继续，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真的和他在一起，我只知道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感觉还不赖吗？有一点微甜的幸福感。擦盘擦的咖啡，手一杯茶一杯杯，留下唇印的嘴。爱的玫瑰，自从谁的把球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要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会抛掉这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
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痕迹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别了日期，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批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